我的今天就是你们的明天，所以你们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。在猎场，运字说穿了就是一个词，判断。南国的老大屠方志认准了一个人，一个很特别的人，一只眼盯客户，一只眼瞄人才。他的头只是暂时的。您跟我见过的金融圈的人可大不一样。你是最棒的猎头。时间是一个伟大的作者，他必将写出最完美的答案。2017沸腾年代年度压轴传奇巨制《猎场》即将现映。